平时热心公益的赛主会，为了要照顾老人福利，这次招待135位老人，提早来欢度中秋节。这真好，这票房卖了真好。来看迄个总铺赛，嘿嘿嘿，还要参加因这个狮子会活动。好吃不？哇，真好吃呀、啊！啊，你们吃过麦当劳不？哎，真胖哦。真胖哦。哎，真好吃。那么电影放映当中的话呢，来享用麦当劳的这个餐点。那么赠送的伴手礼是我们在地的名产大同酱油。大甲市虽然干阿一间电影院，但是面对时代进步甲市场的竞争，业者表示，若无创新甲优惠，是愈来愈歹经营。电影院好经营无？歹经营啦，你拜托。阿拉讲歹经营，看电影愈来愈少。看电影，你有知即摆电视啥物，逐项拢有啊。即摆就较网络，逐项嘛有啊。为了要提悬服务品质甲竞争力，吸引消费者入场来看电影，除了推出优惠的电影票方案，更是准备花费重资来改善座椅环境。而且服务就是把内底所有的坐座改较大只，吼、哦，啊，互人坐到舒服。本来千几位，即摆一厅。总停业就变差不多300位，都变成剩700多位。伫电影院的出入口，业者准备真侪种形式的座椅，提供消费者来票选。11月将休业来进行征收，到时可望伫圣诞节以全新的环境来服务消费者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